挣的钱越来越少了嘛，甚至赔钱了，开始以前都是挣钱的，现在都是垂头丧气的。我以前活跃朋友圈很活跃，那些大哥们基本上也不怎么活跃了，也不发声了。疫情来的时候，就是倒逼着你，你必须要选择生存的时候，所以说我们只能选择外卖配送。我们也针对性的为了适合外卖，开发了一些产品。那个时候我们的点就是3公里以内，是电动车，我们骑电动车配送；3公里以外开车送，最远的时候半径可以到40公里，到港区，就到新郑机场。其实就心里就一个想法，必须得活着。我觉得就是要打造一些线上线下，你像现在很多抖音的推广、小红书啊、大众点评啊等等，一些都是好的，对我们来说都是有效，因为它打开更多窗口。你像有些我们都不知道的，就是帮我们推广的都不知道，人家啪一发几十万粉丝量，那么就给你带来很多流量。现在3家，其实走到今天比当年2020年更难，经验是总结了挺多，然后最重要我觉得还是人，他必须得保持有自己的信仰和信心，能扛过最坏的时候，那肯定在最好的时候自然而然就起来了。帮大家科普一下，水神就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跟病毒作用之后会再还原成水，温和不刺激，也不会伤害肌肤。所以母亲节要到了，还想不到到底要买什么的话，赶快到快点购，记得输入折扣代码 CTI77， 帮你把好康带回家。